是啦，落雨啦，我落雨是有，啊，种个旧啦，个旧。哎呀，迄只要爆呢，会出口。啊，落雨变变就落雨。你无个细只啊？嘿，你无个细只。啊，你大只啊？还帮我细只。这位稍微大。我后来买的不，你那个是。因为丰原礼拜三加开场。西班牙海鲜炖饭超好吃，对。西班牙海鲜炖饭超好吃啊，对啊，我超喜欢吃的。差两百啦，咱往这过来拢会山的呀，超过五六百，佫六七台呀。有其他的是一公斤六十只到七十只，所以这边到八，这边到大概八十只，这个大概八十只，六七的话那边大概八九十只，那边的虾子大概八九十只。先两百了，三五百。这个虾子一盒两百，三盒五百。这个虾子一盒两百，三盒五百。但是是六七的哦，跟你讲六七的哦，六七的听得懂吗？就是一公斤是六十只到七十只，一公斤六十只到七十只的。哎，还我啊。陈串早。那个水位哈。厉害，也是哎。我买了工资算我五百。哦，算那个高 A 五百。一七你有那么便宜吗？今天有鲑鱼吗？有，今天有鲑鱼。白色食你拢无，连无一块羊头你无卖，你无发好，无卖，无招你，无卖。免跟你坐牌，会使买两百。啊，买三百，买两百、三百、买两百、三百你卖。哦，三百哦。好啦，买你三百。好啦，好。一个人，你听到你是讲这边太贵啦，太贵啦。哎，那边疼啦，你，哎，那边头疼，你先吃一条擦擦就对个啦。叫你做好命，我看你健康健好命，想吃肥哦。我唔捌鱼啊。你捌鱼啊？哎，有通食食咩鱼啊？菜啊，好食，袂歹食。好命，好命，好命。我好命，你发笑嘞，好命。我话笑，我们说啥？这把鱼最好一起吧。啊，酒拿过来，过来。
鲑鱼切片还是整条的都有，有整只的也有切片的。鲑鱼有整只的也有切片的，两种都有。哎，拜拜拜拜。对，哎，拜拜，不要啊，不要。都不用了，你有买过吗？买了，你好吃，自己去钓啊，自己去钓，自己去钓，大概只有两百，还只有两百。喂，安哥，安哥，你来？没有，怎么的啊？怎么的？你发货呢？你有个啥？阿哥，没有，好吃吗？有。鲨鱼皮的有鲨。有皮要有沙要刮沙，哎，整只的一只多少？你自己拿回去切的话1600，然后他帮你切好1800，看你要自己切还是他帮你切。他会这样子，就是希望你们拿回去切，他不想要切鱼，他不想要切鱼。哎呀，一百块就买哦，多便宜了，多便宜了，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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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头一头来。一清一清说，一清说他去按摩给人家刮痧的话，给人家刮痧的话都先要去角质，然后再抹油再刮。没有，没有，今天没有，今天有血压，只是在有动。快叫我包来，三块钱来，我包来来，包起来啦。哇！我包钱，我包你来，宝贵的，我包钱，我包来，三块钱，我包四块钱，我包你，我包你，我包了。哇！我啊，今仔日只要一百六好，你个无得抬，只要有超过200，免钱啊，真系。只要200，要抬了，超过200元，真系。好了，拜拜，谢谢。阿姐，阿妹。一家五百，好不好？这什么？这有嘞。那叫鹅啊。鹅啊，包多少？鹅啊，蛋姐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我包下来，来老板。要吗？来，来。对，我包下来，我包六来。你给我包来，咱得四点钱，我包，我包来。我包好点来，帅哥进来，我包六。帅哥，我包好来不？帅哥，我包下来，四点我包。四点我包下来，帅哥啊，我包来来。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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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那个外劳一搞，那个蚵仔只能这样卖了。喂，还得我得。七百两。哎呀，小哥，不行啊。蚵仔，你们去黄昏市场看就知道多少钱了啦。一包都150的。蚵仔。我都在看你的直播。哦，没关系，有看就好了。上礼拜来哈，没有。啊，我今天摆装，他六点多今天卖的不一样。今天蚵仔特别便宜，真的。因为他拿太多了，他买太多了。一包价两百六，一包价二百六，一个礼拜。啊，不，你就住在我们那边吗？啊，哦，没有，我就住在那里呀。是哦。喂，把纸包卷起来，我在看你们的直播。是哦。OK， 好。我啊，而且像你来，大包你要一份哦，配卤 OK， 你要400块吗？快上来，快上来！你要200还是400？配卤你蚵仔要200还是400？那今天蚵仔绝对够你买。快上来，这价够大便宜下来，这不小卖，这我这十件呀，哎，快上来，看多件。哟，我终于要上跟单了。你好，你要200 OK。等一下帮你留200。美女又斩，反正龙王从来不会帮你切。我帮你讲。我帮你讲说，哎，上次你到丰原你就帮人家切，新分买那么多都没有切。然后他就会帮你切了。
你想不能想过来不想我想要不就了喂不去了不想做这个这上面不去了不想弄不好我不好感情我把情爱会不能不去了我想要没而且你本来还没有加过没一样在我这位置就是说我把钱你就钱就丢了人事令长这事也没事这事也你们来我这位置我不要你怀疑但不要比这些的话比方便便看你不会给我比我不会让我把你来你会上街我把你来他这个人我把你来他这个人我把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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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来啊！你想我的，我来来。你好像你个看你不对。报好价，报好价，你报好价，你报好。几万卡工码啦，几万卡工码，帝王蟹卡工码啦。哎呀，你卡工码啦，这系列啦，这系列这。会今年啊？后面是做大料啦，后面今年啦，后面再煮泡面，再煮煮面，煮泡面煮一个嘛拢会用的。哎呀，昨天搬到我，一万块多，昨天搬的，你阿报好呢？三片了，我的尾三片的，米两片的，四片，哎，这三片来了，这些结尾，哎，四片的300啊，两片的，包一下，你要包好，那个把它退下。包好了啦，不要包三百啦。
两包三包啦。咩牛仔十包噶？多十包。你而家咩冷冻啊？啊！佢又冷凍啊！呢啲冇，呢啲嚟，乜嚟就冷凍嚟啊？呢部人定時時常出冷凍嘅啫呀！係啊，乜只都四十幾啦？八幾啦喎？唔，咩兩包三百萬，包三百萬。好笑哦！好好笑哦！好笑哦！哦，昨天干妈没有去丰原，对啊，昨天干妈没去。下礼拜应该会来，下礼拜应该，下礼拜干妈应该会来。三百块钱，三百六来，加油！顶牛台哦，竟然都真来收人流量下来，都真来收人来，竟然下来，真。三百块钱，三百块来哦，三百块，三百六，三百块过来哦，三百，三百块过来哦，好，一人台，竟然买一块。我那是抢进来，有空来。来，五万块，五万块，多少？五万块。哎，几块？五万块，够了。你看，好有，好有来，我一天才送到真，我一次是，我一次就是来，而且好在，我一今天三天，我这几块都要承担，准备不能卖。啊，加五百呢，五万，五万。